识已经很灵了。没有容错，坐在这干嘛？零分又怎样？谁敢跟我悍跳？人生不能两个人一杯酒，霹雳卡霹雳达拉，小不笑话，狼杀杀了手巨段，你们与我吗？闪耀，是个背精水。很抱歉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好，新期的娱乐百分百，我是黄海静，我是娄俊硕。娱乐百分百全新官方网站上线喽！耶！娱乐百分百推出了全新的官方网站，让你不管是电脑滑、平板滑、手机滑，都能随时掌握娱乐百分百的最新动态与资讯。最新消息，整合所有娱乐大小事的影音及新闻，还有节目的最新快报、活动资讯。将不定期开放线上线下的活动，让你也能一键参与。而且这次1月28的《熬屋狼人杀》总冠军台北小巨蛋演唱会，也将使用新的平台与观众进行互动。只要加入会员，当天在现场就可以一起票选心目中的 MVP。哎，但是要怎么加入会员呢？只要你是娱乐百分百 APP 的旧会员，可直接使用申请的 email 跟电话登入，并直接更新会员资料。如果你没有注册 APP 的会员呢，赶快按注册按钮，一起加入渔民的行列吧。但是要注意，旧会员的移转直到1月24号，请大家赶快登入哦。之后资料会全部清除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请参阅最新消息的注册懒人包，或者来信至客服信箱，会有人解决你的困扰哦。QR code 在这边可以马上扫。好的，马上来听一则新闻。小齐炫为了登上小巨蛋，试妆透视妆，大秀性感曲线，又冷又害羞，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齐炫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小巨蛋的行前试妆啊。其实我们挑很久，哎，就是从经纪人帮我找清单啊什么，我们选超久的。我们挑的会尽量就是凸显一些该展现的部位，尽量展现出来。对对对对，不会怕冷。对，应该是不会太冷。我记得小巨蛋里面是蛮闷的。我就是想要有点展现若隐若现的性感的那种，不想太过于暴露的性感，但又有点小心机这样。女人战场。像这种哦，可能稍微露一点点肚子、一点点胸，我就还可以。然后下面这种长的，哇，这一套的人厉害哎！哇，这很，这很露哎，这很露哎。对啊，这也太厉害了，这太厉害了吧？这件穿出去确定是来玩游戏的吗？所以你喜欢这种暗色系？你平常是穿这种吗？我比较喜欢暗色，真的。对，然后刚刚这一家的风格是比较前卫的，就跟舞台风格未来感蛮像的。看到你的脸哦！你们在玩的时候，对啊，看我的脸，好不尊重你的访问。就是小心机。哦，真的有哎。对啊，这还有露一点小肚。对对对，它有点露腰这样。哇，这好冷啊！真的有冷的感觉。哇，这一套感觉哇，这一套身材练得很好哎。对啊，这也太害羞了吧。哇，这一套真是，这很不行哎。但这个好像它闪光灯弹下去，它整线发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，玩这次玩狼人杀真的是太心机太重。狼人杀版就心机游戏啊。没有逻辑游戏。最后我到底选哪一套呢？最厉害的那一套绝对会在1月28号当天，敬请期待哦！1月28小巨蛋见。好会哦！谢谢小齐雀。好的，再多多关注一下那个全新的官方网站的会员怎么加呢？只要你是娱乐百分百 APP 的旧会员，可以直接用申请 email 跟电话登入，并直接更新会员资料的方式哦。二，如果你没有注册过 APP 的旧会员呢，赶快按注册按钮，一起加入渔民的行列。欢迎特别来宾周兴哲、李牧、宋博维、何思静、大贺。最，你们是来宣传电影对不对？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。哇，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电影。来，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是一部又美味又可爱的电影。是，非常的青春，然后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。
我很好奇耶，就是那个周星哲，因为你是第一次演电影，对不对？是，就直接是这么重要的角色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演完的心得？是的，第一次演电影就演这个男主角角色，当然压力非常大，但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好玩，也非常舒压，然后可以跳离我的歌手身份去演一个17岁的高中生，觉得非常的好玩。然后你有没有觉得比较挑战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挑战最高的是这一次真的是第一次做电影配乐，然后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侯世坚老师一起跟我合作。那我们在这个过程，其实当时有疫情，是，然后我人在上海，很多过程是要透过网络，就是我先做好，而且我是第一个看这个电影，你们都还没看过，对，看过很多次，对，我会做好这个版本寄给侯世坚老师，然后他会帮助我再更丰富他，或是改他想要的东西。对，最后完成这个整个电影，各种不同的挑战，不管是戏剧的或音乐上的，这次都有参与，对不对？是，还有主题曲，是是是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在黎木呢，之前尝试挑战的角色都是比较，你知道，感觉心事很多啊。这次演出终于比较开心的角色了，有没有觉得其实哪一种会比较更好演一点？我觉得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非常难演，因为在里面怎么说不是轻松开心？我看来他平常是比较阴沉的，他是阴沉的，是太活泼了，他们觉得很困难。对，导演，导演说跟我屁事啊，很凶啊，很凶啊。在早餐里面，我需要吃到很多很多味，吃很多很多美味的早餐，但是有时候。对，有时候早餐可能本人没有真的那么美味，然后必须把它吃得非常好吃，让大家垂涎欲滴。然后在早餐里面有很多很清纯的校园的天真浪漫的故事，然后我也花了很大的功夫去回想起来，嗯，高中的时候很单纯的样子。可是这算是你的本色演出吗？还是像他说的，你本来就是走阴沉路线，阴沉女，阴沉女。他私底下很活泼啦，对，非常活泼。没错，夏伟星有点像是唤醒了我非常活泼的那一面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OK， 期待一下黎木。再来还有娄俊硕，好不好？第一次演电影，听说导演很称赞你耶。啊，没有了，是吧？是不是吗？资料上是这样写的哦，导演很称赞你。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你要不要重现一下你当初试镜的那个桥段？就是那个桥段让导演就是 OK， 我就要用你。来哦，来哦，一号机，来吧，准备好吗？一号机，好，来来，关我屁事。哦，好像永远只有这一句。导演懂 N 是不是？导演唯懂 N， 好，没事。因为片花有看到这一段啦。对对对。如果想要看更多娄俊硕，到电影里面记得锁定，记得锁定。再来，何思敬，我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很红的《华灯初上》，你是年轻的苏妈妈了，那位年轻的苏妈妈都是她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围绕着你一个问题，就是凶手到底是谁？现在马上为我们公布。被林心如是吗？不知道凶手是谁。其实说真的，我已经私底下问过他很多遍。你们私底下都会这样问他吗？对，我要嘛是口风很紧，我昨天打他一顿，他就不讲。我昨天狂打他，他不讲就不讲。打他一顿，他都不想。那你有没有演这部那个早餐？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我觉得应该是跟向维新一起演戏的时候，因为他演戏就是很自然，然后我觉得很像在为一个小仓鼠，因为他会拼命的把食物往嘴里塞，对，然后因为就是养闺蜜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，然后还有我在里面是演热舞社的社长，是，然后里面就有就是跳舞，哦，对，他跳舞很厉害，劲歌热舞，劲歌热舞，吓到那种，会吓到，会吓到那种，天哪，真的，好，可以好好期待一下，可以期待。那宋博伟呢？因为你有尝试过演过很多角色，你有没有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这个角色，他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？我原本非常非常的紧张，是因为其实我离高中的生活有一段距离，然后很远，你们有差很远吗？稍微是是，然后就是因为在戏里面，我们几个都已经同班非常非常久，那个感情就不是一两天可以培养出来的，是真的。但所以我一开始特别紧张这部分，不过后来我觉得上表演课啊，一两个月这样训练下来，其实我们大家默契都非常好，所以后来拍摄的时候其实气氛都非常好，然后大家都非常放心。你很关腔哎。对啊，我在问你什么，你在回我什么、啊？你不开心吗？对啊，你怎么？我很开心，怎么会不开心？有什么不开心呢？没有。好 ，OK， 感觉感情真的蛮好的啦，还会这样小吵架，小吵架。再来大贺，来前辈之知，有没有？之知，你看我们这群人在干嘛？有没有？我们这群小朋友演技，现场瞧演技啦，前辈。刚刚讲说那个离高中世界有点远，你们再怎么远都没有我远。我之前对这一把年纪了，我还在演高中生，
我觉得很厉害。你们想要知道一些小秘诀吗？是，我就吸收你的日月精华，我就是很感谢你。吸了哪些东西？我就是什么东西这样子。大家那个时候以为就是我那时候进组的时候发现，我竟然是里面年纪最大的。因为我以为周星哲比我还大，而且他其实是我的弟弟这样子，他哥比我还小哎。你们这个剧组年纪太小了。而且你们知道这剧组里面第二大是谁吗？是谁？是我。是你？他是我们团里面最小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世代交替？所以我知道我这时候想要扛起这个责任，大家熟识一点，就是说就约大家去吃羊肉炉。太累死了，很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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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懂对，老一些老人吃的东西，感觉气氛很好。最后好好宣传一下这部电影，什么时候上映？1月28号。我是男一整早餐，在1月28号即将上映，希望大家期待。一定要来电影院看哦！戏院电影院好，到时候会是过年期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过几天就过年了，贺岁片。如果你们要跟家人走春什么之类的，可以走春玩，然后跟亲戚朋友一起到电影院欣赏这部电影。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，没错。谢谢演员群们，谢谢。